八分钟两道菜，郭主义的冬菜回锅肉，不用豆瓣酱调味，也能做出超美味感受。干炒啊，对，把那个猪肉的香味把它煸炒出来，再来我们加冬菜进来。你冬菜是你的主要的强调的味道。哎，对。同时豆瓣酱是绝对是个灵魂。对。到这边到目前为止没有豆瓣酱。没有哎。哇，就胖了点，好吃好吃哦，比放辣豆瓣那种还好吃，真的。五星级料理秀，两队预计呈现超强烈对比，而阿基师的松板猪料理结合油条元素，呈现超酥脆口感。松板猪就是我们今天五星级料理的主食材。是的，我把它拉得极细薄，把海鲜料的填充在里头，用卡香的味道让它上来，拌着油条一起炒，咔吱咔吱。哇，脆哦！咸瘦是咸还是瘦？好，一二三四，急。不要哭，不要哭。Oh no！ 锅子的照片。不是。到时候不 yes 汤会输，这你汤会猜输，我真的很饿哦。就是 A， 你觉得是 A 吗？我也觉得是 A。 答错了，这中间因为要锅一组吧，锅一组我就把锅吃掉。这样你说的哦。我天空杯啊，新安大赌徒，看谁最幸福。欢迎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幸福的五星级料理，即将会的友谊主人，他们即将带来一些好戏。是的，啊，台湾的好戏呢，这三立好戏是一档接一档啊。嗯，这次的双生双蛋的组合一起来到节目当中，嗯，欢迎李毅、李亮瑾、谢仁君、林千羽，欢迎。欢迎。好，这次要介绍一个奸情的戏，对，是奸情，是奸，这讲真的是奸情，什么戏？是奸情，是奸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戏？来，就是三立下一档的八点档大戏呀，要接天下女人心的，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啊？对，不得了。然后这次蛮特别，就是前面我们几个年，就是有演大学生这样。谁演大学生？你很慌张。大学生，我是研究生，蔡一家大两岁而已。他刚才蔡一家，你有注意到？李毅说：“我们的大学生啊，啊，李静怡吗？”你不是吗？他不是，我们他演教授。我们自己很知道自己，像这种都他，对，我还好。郑志伟，志伟哥也是演大学生，他演我同学。志伟哥演我同学。志伟哥对啊。他是演留级很多年的大学生，他就是想把妹，所以他就自让自己是留级。对，他是演毕业生啊，他是校友啊。这是什么时候？应该十一月中旬，目前是这样。进来吃个好料，耶！好，第一阶段我们八分钟做两道菜，欢迎郭主义师傅。哎，我们川菜的大师是啊。他呢会带来呢今天的两道菜，用八分钟之内完成。哎呦，第一道菜菜名叫做冬菜回锅肉，那另外一道菜叫辣拌鱼。太好了，眼见为凭。计时开始。好，那现在呢，我们鱼拿起来呢，我们就直接把它剖开。剖拌。哇，那个头发多漂亮。鱼可以这样对杀，你看。郭师傅，你是因为那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剖拌。那一般在家做可以不用剖，对不对？一样，这一道菜呢都是剁开，剁块比较多。哦，剁块啊。剁块啊。对。好了，全部大蟹二十。来这边呢，葱姜水，我们一点进来哈，把它腌。葱姜水对于做鱼料理，对，用葱跟姜。来九颗，哎，还有胡椒粉，加点米酒，加点胡椒粉，对，再一点盐巴。要腌，都是去腥的动作，这动作很重要。是因为海无锅要去腥吗？因为无锅鱼比较好吃。每一种鱼它都是有腥味在哈，多少都有啊，尤其红肉鱼更严重。回锅肉要切越薄越好，对不对？一定厚度，但是不要太切片啊，就是要薄，要不然就切片。对了，但是呢，也对了，郭师傅慢慢讲，慢慢讲，没关系。对了，做菜做到会生气了，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就拉切片嘛。郭师傅很忙，又要切片，又要跟你们说话。好，来我们锅里面来干炒啊。对，因为等一下它油量也蛮多的哈。那我们不是要拜祖先啊，拜地基主啊，有时候都会用这些肉，有没有？有。翻烫过之后，放到那边，对不对？对。用水熟嘛。来，我们加一点香油进来，让它整个受热会比较快一点哈。哎呦，这整个油量呢，油量的感觉，还有把那个猪肉的香味，真的会出油啊！对，把它煸炒出来哈。好，再来我们加冬菜进来，
冬菜它来了，对，来进来好了，大概有四汤匙左右，哎，冬菜是很咸，冬菜是你的主要的强调的味道，哎，对，那冬菜呢本身呢它是鲜度很咸，那我刚才有讲过要洗了大概三次，把鲜度把它洗掉哈，好，青辣椒，这是还有红辣椒，青辣椒跟红辣椒，对，真漂亮。通常呢回锅肉。通常回锅肉都是要过油，比较快。对，大家直接煸到煸炒到香，家常做法。同时，豆瓣酱是绝对是个灵魂。对，到这边到目前为止没有豆瓣酱，没有哎，那什么酱都还没加哎。米酒，对，哇，汤不要哦，汤不要，鱼汤你不要了，不要，留给我们，我要包便当什么的。不要摆盘了吧？没有，等一下还有，不要炒，很熟了吗？不要一定把这个香味呢，把它炒出来哈，炒出来。那我们这边呢，再加一点糖，糖。因为呢，我们这边呢，一大茶匙的糖，一大茶匙的糖，再加一点水进来。3分钟，各位小心了。现在呢，我们现在油辣子进来，油辣，对，油辣两大匙哈，你自己做的。对，好，再来呢，我们油辣子两大匙，这个辣椒酱，剁椒酱。剁椒酱不是我自己做的，剁椒从贵椒那里过来的，是辣椒吗？是，可是它有腌，对，有腌制过，用油的腌。哎，剁椒鱼头那个，整个香味就飘出来了哈。会不会有点呛？再来水，给它加进来。加油！哇，好香哦！估计是来得及，估计来得及哦，因为它的辣椒待会会用热饭。再加一点，两分钟。加一汤匙的米酒，还有呢，少许的胡椒粉。是它的香气，我喜欢。再来，花椒粉，花椒，还有花椒面，对，哦，好辣哦，它是辣麻辣的，这一定好哦，这个好辣哦，会麻辣的，麻辣的。只要是炒的菜，切记不要只有干炒，要加水哈，切记所有的炒菜，所有的炒菜都要加水，对，都一定要有水。来，把它炒香，这个比较辣一点哈，好过瘾，我试试看哈。看来可以了，它没有放调味料。冬菜回锅肉做法非常的不同，目前仍然没有豆瓣酱。第一分钟倒数，好紧张哦！一小碗的葱花，在辣拌鱼的那个汤汁里面。好了耶！哇，快加了，加什么？快点！差不多了，没有加的。嗯。韭菜花，刚刚花椒粉加了一大汤匙。对呀。哎，那现在韭菜花呢，给它进来啊，漂亮，淋上去吧，淋上去吧。下，因为韭菜要切很小粒哈，很快就熟了。一下只要10秒钟的时间。对，10秒。倒数10秒。加油加油！倒数10秒。冬菜回锅肉，好，现在直接来。哇！川味辣拌鱼，时间。这一棒是什么呢？厨中重雀雕，有没有看到啊？哦，雀雕，对，会在背子上长出一对酷似一双大眼睛的黑色斑块，而且在什么特殊的情况下，假眼睛竟然会越来越大，真眼睛越来越小 ？A. 常有敌人靠近的时候 ，B. 繁殖季节到来的时候。培育妈妈。妈妈是儿子啊 ，PK 儿子，儿子不要赢你啊！哇，这怎么算？该赢就要赢，预备，剪刀石头布，我赢了 ！Yes， 对不起，我剪刀石头布，我赢了。你上面激动，下面也要激动。预备，剪刀石头布，我赢了。好意思，你上面激动，下面也要激动。踩得好，不好住，一定要让儿子一下。我觉得是 B， 繁殖的季节，因为他的那个眼睛不可能，他那是一个斑点，他不可能突然大突然小，那敌人一定常常会靠近啊。哦，每次敌人一来的时候，眼睛缩小，然后斑变大，这太夸张了。对 ，B。哎，答案是，答案是，哎，耶！
未成年的雀雕会在背脊后面长出一对黑色斑块，酷似一双大眼睛，在经常有食捕者靠近的环境中，雀雕的假眼睛斑块会越来越大，同时它的真眼睛会越来越小，就像我这样子哈。这对假眼会在雀雕长到成年之后消失。怎么样？哦，嫩哦，真的、哦，要水煮的啊。哦，嫩的，像豆腐一样，嗯，滑嫩，好吃哦。嗯，它会很辣吗？不好，不会很辣，不会很辣，应该不会很辣吧？因为陈哥不是很怕吃啊。哦，就胖一点。哦，这冬菜盖胖。他没有放辣豆瓣耶。哦，没有，没有。哦，对不起。哦，你们没有吃到？真的好吃哦。真的？真的好吃。好讨喜哦。比放辣豆瓣那种还好吃，真的，它味道更重，但是没有像外面一般回锅肉很油，而且这一定吃得到肉的甜味，很重，这个肉好 juicy， 不够 juicy， 够扒嘴，又有肉的甜味，对不对？它没有那种，而且冬菜的鲜味，对不对？有，我们回锅肉不是都会，然后吃不到，它没有，它没有，李毅。肉质的弹性像松柏树，好吃，真的吗？真的，收获奖，泡泡过来，谢谢，今天呢，那么巧，你没有吃到这个，但是今天五星级料理足够让你期待，因为五星级料理的主食材就是松柏树。松柏猪，有人说呢，它叫做这个猪夹肉，所谓的夹肉呢，它就是呢整个的腮帮子到后颈，有没有？整个这边沿下来。没有哎，没有哎，好 juicy。基本上呢，肉质非常的甜美而不腻啊，然后呢，它的油花分布呢，好像松板牛肉一样，对，所以就有松板猪的美名了。而且呢，每一头猪呢，通常就只有两片。忍不住，不用介绍，讲这个，每一头猪呢，通常只有两片。猪肉就是这边猪夹肉，然后呢，通常每一片都是约六两，所以有俗称“黄金六两”。阿姐是，谢谢。松板猪就是我们今天五星级料理的主食材。是的，菜名叫什么？百花松板猪，用茶香的味道让它上来。百花，我把它拉得极细薄，然后把海鲜料呢填充在里头，卷起来，拌着油条一起炒。哦，油条是松板猪肉卷，是炒虾的虾泥浆，哈，哦，这个是花枝浆，是，嗯，1:1吗？嘿，对，只要放少量的蛋白，啊，你听我哦，莫想多啦，哦，悄悄的啊，悄悄的帮我摔一摔，悄悄摔一摔，对，那这边呢还有一些副材料并齐了，嗯，我切碎末把它加进，看出来了，球了，不要紧，哎哎哎。哦，就是他的长相。嗯，你在。啊，我今把这这物件拢我攞来吼。姜末、碧琪碎啊，九层塔末。那么姜末很重要哈，来。姜末也很重要。哦。然后还有一点，有加蒜吗？一点点，极少量，嘿，极少量。那我们带再回来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来，詹姆斯做什么？来，好好好。五星级料理，松板猪，松板猪肉卷，也是卷啊，对，那边也在卷，不一样，我是韩式的做法，在韩式。首先呢，这边是一颗的洋葱，一整颗，对，我们放一四汤匙，六二六汤匙，三五一来，影响不了，三。因为在这个地方录节目，我必须要有一定的功力，不然你们两个坏。一。二加多少？三四四对四跟六3:2:1的对，然后这两汤匙米酒二哎呦，对，这样子进来之后，来我们把水放进来，这样的基础调味哦，出来就差不多了。那这边的汤部分下来，对，我们把菊若丝放进来。你刚水大概有200cc，差不多。这个步骤最主要是要把菊若丝的味道煨进去。好，这边我们把盐巴跟胡椒上去了，那这边就直接拿去烤。这样就很好吃，不要烤到透很难吧？不会不会不会，松板猪因为它里面的油脂多，那油脂它导热也快，所以它比较快熟。那如果家里
一般要用那个烤网很麻烦，可以用煎的吗？煎的也可以，煎的也可以。那当然不一样的是，烤的话会有一个炭香味。嗯，在烤肉的时候，你也可以讲，比如说现在着火，对不对？你可以把它翻起来之后，这边喷的同时，这边也可以喷一点。哦，身上也可以喷一点。对，那你这边一方面是降温，另外一方面的话，肉烤起来水分比较油。它在着火的原因是油脂往下滴的关系。对，没错没错，我用内行哦。因为他考过自己了。我今天跟陈哥粮食结大了。那我们待会再回来。好，好，慢慢烤。好，计时来。用我用刀根呢，稍微剁一下，把它给剁断啊。嗯。它的纹，鸡肉跟纹理，对不对？对对对对，就像这样子啊，整个都是一个薄片状。然后呢，就把刚刚。我两位二厨协助的把这个虾都整个包在中间了。嗯，等一下我就直接下锅炸熟。花枝虾仁浆。是是是。待会就吃这个肉饼，好不好？好，现做的肉饼。好。好，医师，请出题。题目是：原本和幼猪一起生活的母油猪，如果突然把幼猪从身边赶走，可能是因为 A 小猪的青春期赶出去做交配 ，B。母猪又怀孕了，要生下一胎 ，A 或 B。我再猜猜啊，来，派谁？的研究圈，继续，研究专家。剪刀石头布，小石头布，耶！很棒。你觉得哪一种？他母猪，我个人觉得 B 啊 ，A。你觉得 A 啊 ？A。我看那个 Discovery 的时候，那个母油猪是非常。警觉性的动物是，所以小猪一定跟在母猴猪旁边，是，所以它不太可能因为它生下来就把小猴猪赶走，因为它小猴猪会很危险，所以应该是 A。陈哥，我倾向于 B 耶，真的吗？嗯，那就 B 咯。B 啊 ，B A 二 B， 反正我们刚赢了嘛。B， 答案是 B， 对。连续两题都输给交配了，不会这样。非洲油猪是高度群居的动物，通常是由一头母的油猪和它们的幼猪住在一起，但是在下一胎分娩之前呢，母猪就会把它的上一胎子女赶走，独自隐居，直到新一代的儿女出世。正确答案是 B。哦，香。哦，你光闻就有没有很香的？光闻就是香的。我光闻就不行。哇，好香啊！满满的海味。哇！花枝虾仁在嘴里跳动。会很咸。这个闻起来会很。它可能叫做虾仁花枝虾仁饼。对啊。对不对？虾很嫩哦，吃到颗粒。哦，香香香。它里面有碧玺，嗯，里面有碧玺，对啊，有碧玺，好吃，好吃哦。碧玺就那种长，那马蹄的水分脆度很可爱。三个前、中、后，哎，大师你们想一个，好不好？我们往那边走，好不好？前、中、后，一二三，后。前，哎，我还没讲。一二三，后。什么？中。两个中。中。好，中。这三个。四五六，对，一样，一二三，中间的，好不好？一，预备，一二三，一，哦，完全不一样，一二三，那我一二三呢？对，那我是一嘛，你的三，你的二三，来，谁赢听谁的，剪刀手，不，你是几？你说三，可以吃到三，超营养组合餐的，厚嘴，你们刚刚吃太多了。超养组合餐，超养地瓜牛奶已经超，哎，超级这个也是超啊，对不对？完了啦，营养啦，超养组合餐。耶！仔仔，我怎么听你的嘞？仔仔，是真的，不应该听我的。地瓜牛奶。耶！我一天，我每次都喝地瓜牛奶。仔仔，我怎么听你的嘞？仔仔，真的，不应该听我的。地瓜牛奶。我每次都喝地瓜牛奶，怪了。你多喝点，没有，还蛮好喝的。那你为什么不喝啊？对，因为我这样凑在一块不好看。哦，哎，好喝，还不错耶。你可以停了，你可以干什么？你停，收年庆啊，你们一直喝，换他。因为我输啊。哎，对，他是应该多喝。对啊，我多喝点。嗯，好喝啊。然后留给陈哥，留给陈哥啦。我上三条，上次我们就三条。不用担心，干呐！哎，好喝呢，拎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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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愿赌服输啊！哇，帅哥好帅哟、哦！帅一杯吧！帅哥好帅哟、哦！帅哥，帅哥好帅哦！帅哥，好风光，好性感，好性感，好帅哟、哦！好 man 哦！喝是吧？好喝，好喝，检查一下干净了吧？非常干净，好开心。他一直都卷好了、啊。对，那现在来，结婚了哈，我已经给你跟后啊哈，那你们就简单的这样滚一圈啊。好，陈恩呢，那就滚一圈，啊，就轻轻的手手捏一下就好啊。好，好不好？要这么浓哦？没有，不浓。这个玉米淀粉 OK 的。玉米粉，待会再回来。好，好，等一下。哇，好棒哦！好，准备，请自己，李博士。中国广东一间养猪场非常注重猪只品质，想要入内参观的非场内工作人员竟然还要 A 猪场隔离住两天， B 禁止吃猪肉两天。剪刀石头布，谁隔离两天，隔离两天外面，我只是两天 A 吗？你选 A 吗？我选那就 A 了，那就 A 啊。你呢？我也觉得你这么有智慧的人，禁止吃猪肉的感觉不够，两个都离谱。对，那个第一个那个离谱，我觉得特别讲究，没有要把自己广。现在中国很多地方很 gay， 现在会要求很多细节的，真的吗？就特别要求说我们就是要这样。不好意思，那个饭凉。饭凉总比心寒要好。哎，答案是好，这个答案是 A， 非常棒。吃不到了，来，请说明。他们你的那个话术不够。中国广东一间养猪场非常讲究猪只的品质，想进入猪舍，除了得经过喷雾式的消毒房，非常内工作人员还得先在猪场住上两天以隔离，并在洗澡消毒、换上了防尘衣后才可以进入。你的炭烤的猪颈肉好好吃啊！真的，炭烤的香味好好吃，是炭烤的味道，真的好吃，甜的，真的很好吃 ，Q 嫩，这个太好吃了，吃不下去是吧？你们不是要减肥，怎么还吃不起？真的，你们吃就好，锅子我们拿。前中后又来，你们俩决定，这是我不决定。这样子，前四后四，要四个四个嘛？前四后四，前还是后？后，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几？一二三，三，一二三，这只吗？哎哎，就你们就听到的喽。哎，我觉得，你今天的整个状态比他好。人家说情场失意，赌场会得意，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定拿大奖。不要乱讲，我觉得危险。我觉得大奖。看第一个字，不要锅，不要锅。锅盖，锅子的照片。不拿到照片，不会，他只拿到一张，两张。不会，照片。锅子的照片，不会，不是。我好厉害啊！好，放好。好，来准备，各自就位。为什么要？他为什么切那么细碎？那我跟饭拌在一起。跟饭搅在一起啊？哦。为什么要跟饭拌在一起？因为你饭的话，有时候它会比较干一点，所以有咀嚼的时候有点 Q 弹度了，它的口感会不错。所以我特地花了时间，把咀嚼的部分呢，让它入味。好特别哦。好棒。好饿哦。然后这个是芝麻，芝麻放进来，放个两三汤匙，对不对？对。哦，不要这样。天哪！哦哦，先不要。不要停下来，好香哦！我说切肉，哎，你这个是韩国的那种海苔哦？对，这是韩国日本的那种，不是是韩国。哦，你是法医啊，一看就知道从哪来的。因为质感呐，那日本的长什么样子？日本就不会这样油亮，不会那么的硬，对，跟脆。好，把它放进来，对不对？然后就把它卷起来。Come on。可是卷起来要赶快吃，对不对？不然它海苔会湿。不会，我们待会还要再做蛋皮把它包起来。还要做蛋皮？哇，对，哇塞！好，来来，开始啊，技师那边继续做到什么地方？来，锅子的微温，进来，不要再放油了。九层塔的味道，葱花。哇，这边是椒盐啊。其实这样就是一道菜了。对，是啊。哦，你讲话蛮好的，哦，你也惊一条啊，我不把你骗。惊一条啊？嘿。题目是母猪的乳头。
如果两天都没有小猪吸奶，竟然会 A 萎缩无法产奶， B 胀大一直漏奶，请问 A 或 B？ 剪刀石头布。你答案什么？我母猪的乳头，母猪是正常母猪嘛，对不对？如果两天没有小猪吸奶，我好难选了，我真的不知道。就题目的属性来说 ，A 是竟然的结果。什么叫竟然的结果？竟然嘛，所以萎缩。竟然会。对啊，没吸啊。竟然会。因为没有吸，它会胀嘛。照正常的状态是 B 嘛？就文字上来说了。那我 A 你 B， 好，对我哎哎，剪刀，你们要一致啦 ，A， 哇塞，说 A， 答案是 A， 你们根本就完胜，其实是对啊，没有了，因为照逻辑是 B 啦，可是竟然的话是 A 啦，照竟然的话，哇塞，算没有猜拳呢，出题又来一招，来，请说明，宰猪有固定乳头的习惯。在转到新窝以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重新认识并固定乳头，而母猪的乳头如果两天没有仔猪吃奶了，它就会萎缩变成产奶很少或者是不产奶的乳头。正确答案是 A。 来，谢谢，恭喜，来来，等一下，猜一次输，他们三个脸好臭哦，来跟我们一起玩嘛，跟我们一起玩啊，不玩了啦，我来试试，从来没有吃过没吃到东西过，真的，我完全没有那么闷过，怎么会这样，而且猜拳没有赢过，对啊，哇，好香啊，马仔要好吃，哎，他以为什么味道，好熟悉，那什么味道，蒜啊，葱花啊，有点像那个胡椒盐哦，还有那个讲一遍咸酥龙虾龙珠那种感觉，你知道大蒜面包，对不对？很薄脆的、酥脆的大蒜，真的假的？真的啦，我觉得味道好熟悉，真的。哎，你们等下抽到苍蝇羊组合赛，我可以帮你们吃。你领自己好不好？哎，你们等下抽到苍蝇羊组合赛，我可以帮你们吃。你领自己好不好？你有点自己好吗？不要这样子，振作，振作。你选哪？我选二。二，队长。欣赏失意真的是会得意的，有些地方真的是会，对不对？不要再拿锅来，因果相生，它是什么？高级金，金什么东西？高级有这个哎，搅拌棒。不是金是什么？肯定不是金啊。高级金装菜瓜布。真的吗？真的。哇咧咧，对耶。不然就食谱书。原来笑不出来就是这种感觉，我以后会演的，谢谢你们。好，来各自就味道，让它一些脂溶性的味道先融到油里面来，我再用这个油去炸那个卷啊。你们盐酥鸡后面不就骑在这个最后一把下去，对，好香哦。哦，它的炝锅的效果很好哎。好，就这样一卷一卷下锅啊。哇。好，那我们带它回来。好的。你也会用哦。我会，因为他们已经饿了，他们带回来。对。看来你的蛋是不是弄太多了？没有，那锅底比较。我们卷过来。对对对，帮忙。对对对。可以。哎，李毅不错。我刚已经做一个。他刚已经做一个。李毅不错。哇，这个好特别哦。辛苦了两位二厨，我真的流口水。我真的流口水。对，因为两位二厨，对不对？谢谢。可是我也都没有吃到东西耶，从大尾耶。好，没办法，一直猜拳猜输了，分你一点，不能分他，不能分他，像陈哥会说话的，你们已经没得吃了，你们还分他，哎呀，太感人了，吃哦，哎，我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好吃啊，好，香啊，这边我们要吃边边，好感动哦，真的，海苔那个麻油配上那个。蛋有点像焦焦脆脆的，而且里面有点滑滑的。啊，我这边还有一小小块的肉末。你吃到肉末，你好幸福哦！一点点肉末。你们边边还好吧？不浪费，好吃吗？非常
蛋呢，那个肉这样的外酥内嫩，这样卡滋卡滋。韩式辣椒酱，对，韩式辣椒酱，然后我们倒雪碧，雪碧进来，我有种可以把它再反刍出来，再多咀嚼一下感觉。太够了，然后来一点酱油。哦，这不用加热，直接这样做。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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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一点香油。哦，韩国的香油，辣椒酱。韩国香油真的太香了。哦，真的很厉害，这香油。嗯，米粒。真的很好吃。好吃，我刚刚吃那边边，好希望我自己是牛。然后再把这个芝麻，白芝麻撒在上面。哇！松板猪肉卷完成。最后是海底海底。好了，阿基斯他也要组装了，来，这里请放进来。那么这些新香佐料呢，进来哦，就是刚才，就是我们刚刚试吃的那个，刚刚吃油条的那个做法，对对，然后呢，这边有一点点的鲜味露，就不要调味道了啊，这样拌炒一下，倒一点点的米酒，胡椒盐要进来了，胡椒盐。胡椒盐就不必了，鲜味露有一点点淡淡的，已经有味道了。哎，对，然后油条进来，对，那这个红甜椒呢，上色用的让它好看啊。好，那这个就拌匀了，卡滋卡滋了，哇，脆哦。好 ，OK， 完成，一锅脆，一锅脆，对对对，配饭来一碗。真的啤酒，没有这个对对对，要啤酒啤酒啤酒，我饿到不想讲话。那高蛋挞，我只想吃。好来，那这个九层塔呢，就隐隐约约的把它丢在上头提味就可以了，就是让它错落有致。对，错落有致，然后看起来整个线条是舒服的。嗯，那现在锅底呢，我们就用这个吸油的纸巾了，不要用调羹去挖。避免呢把锅子给锅身呢给刮伤了哦，好吧，然后就拿着纸巾，按呢又可以把多余的油给吃掉。哦，那是。好了，对，好了，谢谢，完成，祝你们吃得好。法香百花松板猪，今天呢五星级料理松板料理，松板猪赶快上桌品尝，走。松板猪肉卷是不是？来，请朱棣，李律师。新北市树林一头麝香猪非常爱喝酒，会在店里跨上客人的大腿讨酒喝。更夸张的是，他竟然 A 六小时喝99罐啤酒 ，B 六个月胖了99公斤。海源，加油！剪刀石头布，我就知道你想骗我，你为什么剪刀？我本来想坚持布，你知道吗？其实我是故意让你的啊，不行，还没猜，不要答错。拜托，不是餐饮就可以吃了，加油，当然啊。我觉得胖99公斤还好，因为猪本来长大就会胖，而且从小猪到大猪6个月耶。A 对吧？我真的很饿，我觉得是 A， 你觉得是 A 吗？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是 A。没公布答案，这我们是朋友，如果猜错的话，我们可能就变成太饿了，你知道吗？不要这样，不要嘛，有必要等这些才笑？开玩笑，开玩笑。好啊 ，A 啊，我觉得 A 也蛮 A， 你觉得 A？ 答案是，好，这答案是 B。这要是我们答对了，要是我们赢了，我们还真的不知道选什么嘞。来，为什么是 B？ 应该坚持几天？树林一间卡拉 OK 店的老板养了一头爱喝酒的麝香猪，一次最多能够喝掉24瓶的啤酒，短短半年体重从21公斤飙上120公斤，是不是？主人为了让猪减肥不给酒喝，没想到他酒瘾一发，还会跳上客人的大腿抢酒喝。这边是有图为证啊！哦，有图有真相。哇！真的好胖 ，sorry， 好背哦，真的好饱，其实我也饱了。哎，仔仔吃那个是我做的，哎，刚刚那个蛋皮是我卷的，是有玉子烧的错觉，嗯，因为里面的那个菊肉丝有支撑度，你知道有那种厚扎实的玉子烧的错觉，咬出来有肉，有海苔的味道吗？重点是海苔，他们根本不想听你讲，你知道吗？那种厚扎实的玉子烧的错觉，咬出来有肉，有海苔的味道吗？重点是海苔，他们根本不想听你讲，你知道吗？有哀怨的眼神。你有吃到肉吗？嗯，那个卡斯卡兹的，对不对？肉超好吃，也没那么好吃，好吃。卡斯卡兹不是另外一道？这个真的吗？主要就是你怎么说，就是举肉也好，米饭也好，每一个食物的颗粒状呢，在堆叠的时候都顶到味道了。
那么淡淡的一个微辣呢，尤其我很奇怪，那么浓烈的麻油香，很到位哦，名副其实的香味了，这个是让我们嘴巴一直煮嚼的时候停不下来的理由了。拍手，谢谢詹姆斯，谢谢詹姆斯，我们再抽，好不好？我觉得如果抽到这罐，你没办法盲吃。我吃，不会这样。啊。哇，正中间，我也锅一煮吧。哦，不要这样，太危险。锅一煮，我就把锅吃掉。你说的，你有那么饿吗？哇，我，哇，真假的？不可能吧？如果真的大满贯的话，提供杯啊！莫被黑弯呐，陈哥嘛不去盖嘞，他都要把锅子吞下去嘞。贵节目史上第一个吃锅子的艺人出现，锅子，还好，还好，合理，非常合理 ，OK 了 ，OK， 谢谢你们让我们，谢谢，谢谢玉姐，谢谢，不客气。还有一个机会，来，再吃第二道，到底我们吃不吃到第二道呢？烤箱百花松板猪，不要被玩疯了，拜托，好，真的，来准备。阿基斯提姆斯，宜兰头城一座农场，设陷阱抓到一只，抓到一头偷吃橘子的小山猪，但是农场的主人呢，却决定把它当成宠物饲养，因为小山猪竟然 A 会爬橘子树 ，B 会剥橘子皮 ，A 或 B。小英 ，Go， 加油，一定要赢哦，加油。好，为了吃，我们要加油。剪刀手不？耶！哎呦，他不变，我以为他会变剪刀。他们会输，这你他们会猜输。我先说，理论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是农场主人的话，他会剥橘子皮，我比较想要把它当宠物饲养。可是剥橘子皮用嘴巴就可以剥啦，嘴巴那，所以就很可爱啊，小山猪哎，他剥橘子皮耶，那你们要听我的吗？可是又是竟然呢、啊？还是我们反方向。我们的题目大部分都竟然，对，每一题都是原来如此。然后他们竟然又答错 ，A 了 ，A 了，A 了，要不要 A？ 好，反方向，我们叫 A 了，反思考。会爬橘子树是吧？我们 A， 因为我觉得是 B， 所以他们就选 A。对，我们选 A。会爬橘子树，答案是，恭喜答错了。会剥橘子皮应该是会，我也是选这个。来，为什么来请坐？宜兰头城农场的年干遭到一群的山猪肆虐，所以设下了陷阱，逮到一头小山猪。农场主人原本想把山猪杀了加菜，但是最后决定把它当成宠物饲养，让它表演剥橘子的绝技作为抵偿的工资。正确答案是 B。好吃，好吃，哦，而且是炸的很好，又鲜，咸酥，没关系，我非常的感谢阿基斯，阿基斯真的改变我对于炸物的一种反感，真的哦。可是炸完那个猪肉不会很紧吗 ？No， 不会哦。No， 那炸物它是外面被玉米粉包住的。油条冷掉吗？没有，脆吗？脆，我咬给你，我咬给你看。好吃，好讨厌啊你！我没有想到，这个大概有80分贝，大概有80分贝。你没有想过说满猪可以拉薄片然后去炸这件事情，没有想过，对不对？没想过。哎，詹姆斯怎么说？猪肉拉薄片之后，它的 Q 弹度啊，跟油条成一个很明显的对比。那两个同样部分呢，都是香气很重，但是一个是脆度而已，另外一个感觉是它里面的这个猪油跟猪的甜味不断在嘴巴里面一直释放出来，那再加上这个九层塔以及外面加的这些配料，吃在嘴巴里是非常有层次的一道菜，很香。谢谢阿基斯，谢谢阿基斯。我们再来抽个奖，好不好？抽奖，对。我们今天玩疯了，陈哥你抽吧，我们真的是一把大奖都被我抽掉，没灵感了。而且我赢三拳都没猜对。天地孔子下山来点名，点到谁谁就是一组锅。那只，那你们让我猜好不好？你们想猜哪个？我想猜第一个。那先看第一个。超级拳清洁组。我想猜这个，我想猜这个。你要猜这个？
好了，你们这听他的。真的吗？就错了啊，就错了。好背哦。你想猜哪一个？我想猜最后一个。对不对？乱讲都被我们猜出来了。这么背哦。亮亮，他绝对是福星。我们现在剩下地瓜全餐，对，还有食谱书，还有食谱书，我吃不下了，森哥，啊，你刚说这个吧，是，你刚说这个，我们不是地瓜全餐，就是食谱书，以我跟，以我跟詹姆斯的缘分，应该就是地瓜全餐。我跟詹姆斯的缘分，我们连地瓜全餐，我们连要帮你们吃地瓜都吃不到，真的好饿哦！杨姐，你说大满贯，真的大满贯，来四位站在一块儿，宣传我们的新戏啦！四位今天呢？一家欢乐一家愁了，本来就是这样，真的有喜有悲嘛。但是好饿，但是我们基本上整个过程啊，这么多的香味铺满了鼻子，对不对？对，最主要是要好戏又映入大家眼帘了，是的，是。把好戏介绍一下，来。这个安吉，我们预计在11月中旬会上映，现在已经陆续在打预告，请大家敬请到时候要锁定，都要锁定。这一次三生三旦啊，对，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员的参与，是的，对不对？这个安吉继天下父母女人心之后，女人心有天下父母心，天下女人心，又是一个呢可以赚人热泪，而且呢可以感人肺腑的好戏，没错，好不好？敬请期待11月中我们三立好戏《这个安吉》，再见，谢谢两位主持人。祝全国喜欢收看三立好戏的朋友今天都幸福，晚安，拜拜，谢谢。看小孩来买菜是萌味十足又趣味，但如果看大小孩哈笑远和林淑宇来买菜，这是花枝是白色比较短厚厚的肉，对，捡新鲜一点。他能认把东西认对就不错，买新鲜的谁告诉你花椒？儿子，不要落到人家的陷阱里面去了。东山市场好好玩哦！这个吗？加加可以。不错，很便宜，才10块。我鱼买错，买错。那最后你干嘛来家？那老板送的。葱段给谁？烧鱼。啊？是你鱼水什么时候滚的？你都知道？爆气了。冒气儿了吧？你这么简单，原来这么简单，我们之间抓了这么……从你身上，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到活到老学到老的乐趣。哦，先撒点盐，应该撒蛮多的。一般我在公司的话，一大把的盐就进来了，到最尾巴那些多余的盐全洗掉了。怎么洗掉的？用水冲就好了。嗯，森哥身上也是可以看到活到老学到老。大哥笑二哥，赵学长。